七月九号早上9:30，现在准备要往山上爬金面山去捡刀石，开始 go。半小时也上山，半小时下山，我预计大概要花个3小时，慢慢走。等老婆教会结束，顺道再回家，正好儿子就起床了。金面山环状步道，有了。等一下呢？走月池支线，走大岩壁上去，走采石矿场下来，大概这样。可下500卡，步行约2小时。天气还不错，不是太热。先走平缓的路，阶梯其实不是错，脚步要跨得比较大，但容易被腰比较好，对，脚步比较瘦的。我都起来，再走。哎，有没有休息一下？马上就被咬着包，下次再换精油了。现在采石场遗迹10分钟，论剑亭25分钟，竹月寺15分钟。但是我们现在哪里呢？没有什么搞清楚。不管，有些人走这边，有些人走这边，那我要走这边还是走这边？我走右边好了。已经带队了，这个冒汗，太热了。前面有很多人讲话，叽叽喳喳的。这次找这个方向走应该没错，已经来了3、4次了，还搞不清楚那个去色哦。哎，怎么会有人走路下山？真的太神奇了。攀岩上去了，大岩壁。想说今天可以避开这段，慢慢走上去，就还是没办法避开。奇怪，那条路在哪里？哎呀，慢慢爬吧，还真时间很多。
这样后一点很不舒服。第二个大岩壁准备要开始走了，加油，我自己加油。其实刚喘到不行了，好不容易歇了一回之后，皮肤都拼完一点，但脚印开始有点抖了，是不是有点夸张？明明昨天还有爬一点山，今天应该不会那么逊色才对，最起码又热身了。
这没怎么卖进去。看一下，都是一些石头，其实还算不难下山，只要你的鞋子抓地力够，应该都不难。好，继续往前走，今天天气真的很不错，太阳很大，晒到五体投地。网络上是写金面山来回大概40分钟，到一个小时，我边走了2个小时，边走边休息，体力真的是略逊于之前的身体。还有就是今天天气实在太热了，风很少，有时候还一点风都没有，就刚才一个一点点风起来，那就会好很多。点通要好拍，而且下坡也不会喘，但是对膝盖不好，所以要多练一下大腿的力量。对老才会有所帮助。哦，起步很舒服。不能把唱歌的当成讲话。
不小心。好，结束今天的步道行程。